我是 Mike Lin， 我是 Mary， 欢迎来到回到家庭健身视频系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组肩部的力量训练视频，一共有三个动作，跟平时一样，在尾部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运动训练计划，你可以参考。好的，今天第一个动作是哑铃推举。对于肩部呢，其实大家知道肩部的解剖大致有三束，有三角肌，主要是练三角肌，三角肌的前束、中束还有后面的后束。所以呢，今天三个动作就是每一个动作针对当中的一个束，所以我们会有哑铃的推举、侧平举，还有俯身的哑铃的提举。 OK， 现在第一个动作我先示范一下，所有的动作的站姿几乎都是与肩同宽或者比肩略宽，膝关节的微微的弯曲，不锁死，同时呢收紧腹肌，髋关节稍微往后，同时挺胸，都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于哑铃的推举呢，我们把哑铃放到这个位置， OK， 肘部呢稍微靠前，不是这样，稍微靠前，同时呢这两个哑铃呢是成一条直线，就相当于是一个杠铃一样， OK。 特别注意的是要收紧腹部，然后呢就是肘部呢正好在哑铃的下方，很简单，往上推，就是一二三四，放到大概哑铃与下巴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再次第二个动作，一二三四，到上面的时候不需要靠近，这样的话对三角肌前束的刺激会减少，而是就是直上直下，就像举杠铃一样，一二三四。好的，下面由Marion 来做一个示范。OK， keep your abs tight， 收紧腹肌，肘部稍微往前，稍微往前一点。OK， 再稍微往前一点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Here we go。OK， look up， pick a spot in the ceiling。注意到 Marion 的两个手是直上直下，几乎没有靠近，不需要靠得很近。OK。All right， 上去的时候稍微快一点，一二三四， OK， that's good。 整个过程当中呢，哑铃推举是要一定要收紧腹部，这样呢对背部有一个支持，而且呢肘部呢是要靠身体的前方，不要太旁边， OK。 这就是哑铃的推举，主要刺激的是三角肌的前束。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做刺激三角肌中束的动作，这个的动作还是一样，拿两个哑铃。顺便说一下，这些肩部训练的动作，如果你的平时没有什么训练基础呢，其实并不需要太重，像很多女生的话拿一个五磅的哑铃，我这个时候也是十磅的哑铃，如果动作到位的话会有很好的刺激效果。 OK， 还是跟刚才一样，站姿膝关节伸直但是不锁死，同时呢收紧腹部，挺胸。 OK， 哑铃呢在身体的侧前方，不是侧方，侧前方，大概是15度左右靠前。 Again， OK， 腹肌收缩，这个呢 手臂靠肩部的力量把这个哑铃开始往侧前方提起。 OK， 慢慢放下，注意提起肌肉顺序是用三角肌发力，而不是用手部把这个哑铃这样，你会健身房看到很多人这样子， That's not right， 这个不对，应该要慢一点，靠肩部的力量把哑铃拉上去，下部的时候到这里大概30度的时候，感到张力快要消失的时候 back up， 又开始上去，保持全程的张力。在顶部呢试着坚持大概半秒钟，你不会坚持很长，但是试着坚持呢会有更好的刺激。在顶峰的时候，这个手对哑铃可以稍微有一个这个动作，好像要倒一杯水一样，这要更加激活三角肌的中束。现在 Marion 做一个示范 ，straight， 膝关节伸直 ，straight but don't lock out，abs tight，right chest up， dumbbell is like this，OK，是朝侧前方，大概15度左右，肘关节尽量伸直，但是不锁死 ，OK， 再慢一点 ，slow down a little bit more，look up， 朝前看 ，OK。在顶部的时候有这个 feel like you're pulling a cup of water， yeah that's good， that's good， OK， hold for one second， come down，
hold, come down. 到这里的时候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okay? Back up. Let's do it again. Back up. 不要等到底 come down, back up.不要等到放到完全靠身体的时候，这样的张力已经消失，对肩部的刺激不够。可以 ，That's good。All right， 这个是肩部三角肌中束的刺激。第三个动作是对三角肌后束的刺激。同样拿两个哑铃，这些哑铃是磨砂的哑铃，手感还不错。Again， 后束的刺激呢，我们需要弯身，同样跟以前一样，从髋关节这里开始弯，同时膝关节开始弯。Chest up， 几乎到身体与地面平行，眼睛是往斜下方看。OK， 这个时候拿两个哑铃，可以相对，也可以这样，我个人更喜欢这样一点。然后呢，感觉把哑铃提起，手臂伸直，但是不锁死。提起的方向是朝侧前方 ，OK， 不是朝后方，不是这样，是朝侧前方，这样对三角肌后束的。激活更加大一点，同样上去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下来的时候慢一点，上去的时候慢快一点，下来的时候慢一点。这是十磅的哑铃，也有很好的刺激。现在 Marion 做一下 ，OK， very good， tuck your abs in， all right， the key here is try to raise it forward， 朝前， very good。想象这里有一块玻璃，你的手臂不要往后打碎这个玻璃。Very good， 我们刺激的是三角肌的后束这边。Very good， 这个是弯身的哑铃，哑铃推举。好的，今天的肩部的训练就到这里，我们做了三个动作。关于肩部训练呢，我想提到的一个是哑铃重量的选择。肩部训练其实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并不需要很大的重量，像这里的哑铃三磅五磅的就已经有很好的刺激，特别对于女生来讲，这些哑铃呢都是包胶的，拿在手里手感也不错。关键是动作到位，对肌肉的刺激到位，这样才是能够有最好的结果，而不是像有些很多人在健身房里拿着很重的重量，然后动作不到位，这样甩重量，这样对于目标的肌肉刺激不到位，反而没有小重量动作到位的效果更加好。好的，今天的肩部训练呢，我们就做到这里。这里呢是肩部训练的计划，你可以参考。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Bye, see you next time.